自动追踪模块 OSD 的接法。这里是电源，接电池，这一端为接电池，这一端接分电盘，这里接分电盘，这边是电池，接电池。GPS。这个是 GPS， OSD。这个部分是 OSD。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接线的部分，这个是 1.2G 的图传，红黑电源端接 JST， 这里是接12伏特的电源，小蝴蝶，小蝴蝶的这一端正负极一样，和 1.2G 的电源端可以结合在一起，然后这边是到小蝴蝶，这边不用动，不用改，需要改的是这一条12伏特供电。然后另外这里应该是接红色的，你剪开它也是分那个黑色跟红色，黑色不用，黑色不用接，接黄，接那个红色就好，红色，红色这条黄色是自己接出来的，然后黄色，黄色小蝴蝶就是接到OSD 的白色端， OSD 的白色端，这个白色的部分是接黄色，再来就是 1.2G 的黄色